哎，是不是这个石不楼啊？那个那个高楼啊啊，平原金融大厦。哦，这个楼挺高的呀，它。这和上海的那个楼一样的。哦，是吧？好像我看也有个四五百米，五不止，不止啊，六百六十米。哦，这个。确实挺好的，这底下全是空的啊，这空的，这一片全是空的。哇，底下这个防空洞呢，这个哦，防空洞是吧？哦哟，这个底下有高铁。哦，对对对，乱转就是怕，哎呀，咋说呢？这个就是怕那些，你也知道是吧？对，一般哎呀，尽量谁也不装。它下面你的意思，他们下面已经不实了，主要是。全部挖空了。挖空了的，就是。哎，这变化大。那个深圳的那个帝王大厦不咋不在这吧？帝王大厦是往后走。哦，往那边走。那个现在不出名了。已经变，已经都没有。对。